不会，不会吧！拥有天花板输出的我，怎么会输啊？那是因为你没给你的英雄进阶。我们现在来到悟道堂，将你的英雄提升到下一阶，属性蹭蹭蹭往上涨。七天登陆送的资源也要记得领，把白送的资源全部砸到英雄上。这时再去章节历练，打怪如同砍瓜切菜，推土所向披靡，无人能敌。100连抽直接到手，你赶紧快去试试吧！